大家好，是蓉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超级简单的剪刀面，家里还有面粉的一定记得要试一下，口感劲道弹牙，相信你们肯定会喜欢。先来和面吧，面粉、盐、温水，先基本的揉成型，醒十分钟，十分钟后再来揉，就很容易揉光滑了。继续醒面半个小时，切点葱花、蒜末。现在来烧水，水开后用剪刀把面团剪成一个个小面鱼。剪小面鱼的时候可以把火调小一些。全部下锅后转大火煮开，当小面鱼全部煮飘起来，看起来还有一点半透明状的时候，就可以捞出来了。迅速过一下凉水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现在来调一个灵魂酱汁，细细的辣椒粉、花椒粉、白芝麻、生抽、香醋、盐、糖、葱花、蒜末，淋上冒泡的热油，葱和蒜的香味瞬间激发出来了。拌一拌，迫不及待的想尝一口了，色泽看起来也特别诱人，口感爽滑，劲道弹牙，吃起来特别的过瘾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